My father cannot fight, so I will take his place. What is your name, soldier? Hua Jun, commander, son of Hua Zhou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嫂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我旁边现在有一位看起来非常厉害的化妆老师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宗耀小队长。因为我自己一直都蛮喜欢刘亦菲的嘛，刚好最近花木兰其实有在要上映，所以我就跟他商量说，准备一起来试一试这个刘亦菲在花木兰里面的造型仿妆。有一个 tips 就是你可以在化妆之前先拿冰袋敷一下你容易出油的地方，收缩毛孔。对，然后呢同事就给我们拿来了一个真实的冰袋。首先我们第一步呢就开始打底，然后这个底呢其实我们不用说打特别厚哈，有一个基本的颜色就行了，把应该补的地方先做一个标注。这张的话算是我找刘亦菲一个比较正面来光，然后骨骼和五官比较清晰的一张，但比较相似就是眉骨都蛮高。我现在变成了 X-Men。还挺好看。What？ 然后大家也知道，我们每次仿妆前都会查非常多的资料，去分析她的骨骼。然后我那天在查资料的时候，就发现刘亦菲跟嫂子是互关的状态。之前有特别多的网友留言问我为什么，对，然后我从未回答过。我也想知道为什么，就很奇妙。因为早年其实做编剧的时候有跟她合作过，然后那时候就一起还去唱过 K。哇，跟刘亦菲唱过 K 哇！然后他超级 nice， 就是我们在那个 K 的时候，我就还蛮羞涩的嘛。然后他主动过来说啊，你有微博吗？我来关注你吧。好可爱啊！妈呀！我说天哪，就很开心的说加一下，好羡慕，好羡慕。现在那个浅色已经就是非常快速的推完了，并且推完以后，其实肉眼看哈，并没有说很浮，而是跟底妆完全的贴合在一起。重点来了，我们要开始画深色的部分了。这个也是一个修容的精髓哈，不用说画到这个肤色，只是说。参考一下这骨相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个修颧骨的时候就往发际线里修，因为有时候发现画好反正就显得脸小一圈这样子，眉毛也会往下画，就会缩短这个眉眼距离。好，那现在这个第一层打底就结束了哈，然后到最后有什么想细调的呢，再拿粉状的修容再往上盖，因为我们化妆都是一个先从液体从膏体然后再到粉状的一个过程嘛。嗯嗯。哎，你第一次认识刘亦菲的时候是《仙剑奇侠传》。逍遥哥哥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看我的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我小时候看过一个剧叫《金粉世家》，我不知道你有听说过没有？哎，有所耳闻，但是没有看过，没有看过，根本不是一个年代的。我承认没看过。吓了我一跳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。《金粉世家》是刘亦菲出道的一个戏，出道，她当时15还16岁，就刘亦菲当时她是演的一个那种富家千金嘛，她长得真的就很富家千金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辛苦嫂子刚刚在后面扎了非常非常紧的这个辫子，才能让整个脸就完全提起来，正面可以看一下镜头，就是整体这个脸型也会圆润非常多，我们可以跟之前的脸型放下这个对比。就是发际线的重要性，发际线对脸型真的是十分重要，就千万不能忽视好吗？我们不要熬夜，一熬夜就我跟你说啊，补都补不回来，你种发际线多贵是不是？熬的不是夜，你就是在烧钱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应该画眼睛，嫂子的双眼皮真的是在亚洲人当中真的算是蛮宽的那种了，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前面完全粘起来。嫂子这个上眼皮是一个就是非常标准的那种吸引人的半圆，然后刘亦菲呢前面比较有弧度，后面就挺平的，它虽然有卧蚕，但是它卧蚕不是那种一大条，非常紧非常短，然后我们就得贴着这个睫毛根部去涂的，然后也是就是在1/4的位置会稍微大一点，然后前面会窄一点，然后到最后它没有完全持续到最后，它只是在前面这边部分就结束。因为刘亦菲她整个的那个眼头是比较尖的，然后我们刚刚在外眼角做了一点提亮。对，她在那个海报里啊，虽然没有很明显那种上挑眼线，但是她平时拍这种画报的时候上挑眼线会比较明显，也会增加她的一个妩媚度，所以说我们就拿一个眼线液就贴着睫毛根部哈，点尾的地方。但你看现在这两边的长相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对，但睫毛部分就是不用动，腮红的话还是要给到一点点哈，虽然它没有一个特别浓的妆感，但是它有一种那种晒的有一点点高原红的，就是在战场上没错，我们扫这个腮红的时候
稍微使点劲，就是让他们更服帖一点，你可以正面看一下，其实它会让你的整个脸颧骨更高一些。嘴巴上之前是进行了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打底，但是那个打底好像现在随着时间的过去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啊。然后我们就选择一个唇刷，这个是一个比较裸色的一个颜色，很符合今天的妆，裸色偏一点点珊瑚橘的感觉。嗯，然后我们画的时候也要想着哈，就之前这个嘴角就稍微带着，因为刘亦菲她那个妆还是偏向于自然，千万不要有那种很明显很明显的边缘，整体还是要素一点，但是又要又素又得把它画得丰满一点。你看我整个唇就一下子嘟了好多啊，看起来。对，而且这个颜色很显嫩，嗯，就对于白皮来说，刘亦菲她的人中会更深一些，嗯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修容粉，所以这样正面看其实已经深了，嗯，就是一点点就行了，嗯。所以现在基本上是用了一个就是把下缘往外延伸一点，嗯，然后上面的那个人中缩短一点的方法，然后来整个去把那个年轻感做出来。对对对，嗯，现在最后一步就是刘亦菲的鼻子上有两个非常好看长得很完美的痣，拿一个小小笔，小小笔，完美，宛若天成。哇哦！好了，我现在一个基础的妆面我们差不多就做完了，接下来我去换上造型做一下变装再来见你，你下次见到就不是我，啊，不是嫂，是木兰了。啊，很期待哦。一会儿见，拜拜。今天我们就是体验的特别开心，如果你们喜欢他的内容的话，可以到作妖小队长关注他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拜拜拜。